大家怎么有什么想法过中秋节吗？除了烤肉以外，还是烤肉。好家伙，你们比较喜欢吃肉还是海鲜？海鲜。人家烤的肉。我也喜欢吃人家。你们知道中秋节烤肉最怕什么吗？你是不是想很久？从上一趴到现在。刚刚在谈的时候在想。他刚刚一直在滑手机啊，在谈的时候。是什么？最怕人家带一个微笑来。然后就两手空空啊，微笑。只带微笑。只带微笑。这个都是我在做的事情哦，不要学哦，不要学哦。爱不在扑火，何不跟定我？
从小到大就很喜欢的一个歌手，然后他的这首歌是我他所有歌里面我最喜欢的，然后就是这一次有机会可以就是跟乐团一起的时候，就想说是时候把它拿出来唱一唱这样子。顺子大家知道吗？回家的那个时候写一首歌好，那我就带来这首歌。Thank you.
全新挑战，跟我形象完全不符的一首歌。那我们就来看看会变怎样。Oh!
戴德学的。我都那谢谢大家，因为我们真的是没有准备 uncle 去，但是就是注意他的动态，好吗？说不定下次再来一次。谢谢。谢谢。你要怎么讲第二个歌？等一下私讯给他，然后我会好好练习。对他是太……啊，如果像迷惘美那种，先不要。好、一次就好，一次就好。他是太美，我是左勋右勋，大家晚安，拜拜。那我们葵花村今天晚上的演出呢，就在这边告一个段落。那离开时，如果桌上有喝完的空杯空瓶，可以帮我拿到吧台做回收。那离开时也要记得身边的个人物品、手机、钱包、钥匙、房卡、耳机、行动电源、充电线，记得带走。那提醒大家，喝酒不开车，开车不喝酒。不喝酒，不要为难警察。那口罩戴好，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。明天晚上葵花村也有音乐演出，欢迎大家再回来葵花村。